拢无讲着。看起来这会当给我的事业更加进步的机会哦，是免想啊。喂，明奇哦。哎，老婆，你怎啊？天天想到怪怪的。无啦，我就烂惨。什么意思吧？你刚去过的春风百货？我去过啊，今麦拄离开。啊，结果嘞？结果就是我唔那无甲经理讲着话，搁去另外一位年轻美丽的业务洗面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，还要惊一个惊，听春讲你发生什么代志嘞？我搁失败安尼，啊，你搁算无代志哦？不要紧啦，是伊爱人吼，家己无敢讲啦。我相信啦，总有一天吼，你这千金妈一定我都找到你家己的伯乐。是我的老公，你想听我啊？这当然哦，在我的眼中哦，我的水母是上才情上好的。啊对了，吃饱没？我你放松，我就在聊工业的吃饭的哦。啊，准备资料去拜访经理，啊，不然该别记吃饭哦。嗯，结果唔拿白了讲，佮考到着我自己的胃。嗯，你安尼是咧考到我的水母？俺的知识嘞。我让你的。是讲啊，有胜是千里马。我应该吃饭才开两招啊！阿妹，你过来吃饭啦，啊！唔系啦，我若过去哦，你加麻烦呢。哎呀，那系麻烦啦，我系讲有好料哟。刚刚我接个，你过来再现捞下来。阿姐妹啊，我下个做一下的，过来吃啦。哎，阿妹啊，我过去吃你啦，好不？唔免啦，你唔免过来吃我，我家己过去就应啊。啊，再见。